好，我是李月儿，今天我要介绍的是美洲红河。美洲红河就是下面这一张图片啦。咁我今天就要介绍它的特征。美洲红河，它呢成身都是粉红色的，它有一条弯弯曲曲好长好像 S 型的颈，它有一个好像半圆形的身体，它的尾巴又有少少短短地啦，又有少少长长地啦，它的脚就是好幼的。这个美洲红河，它的眼睛是很小，要放大来看才看得清楚的。它的嘴就是咖啡色的啦。跟大家说些东西，它吃什么的？它吃喂鱼，它吃鱼的。咁同大家讲啲嘢吓，原来美洲红河佢咧系可以单脚好耐噶，起码一个钟都得啊，系咪好犀利啊？今日嘅介绍就到呢度啦，拜拜。